去啊，我边来一个。啊。冠夫人，
包朋友们哦，我们的辛苦大家来到，好不容易从新加坡到新山，苦到我们吉打。来，我们摄影师准备一下哦。风云不稳。演讲。10月28日，农历9月26日，时值马来西亚第一届国际观光文化节万世人集举办之际，诚邀海内外关庙代表、关事中心代表、关公信徒代表、关公精神研究学者代表及吉打天后宫武圣殿管理委员会代表特色祭坛，请以虔诚之心派劳之旅共同致祭于忠义神武灵佑人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神前约，为神浩气凌霄丹心贯日不正统正统而遭信疑，威震九州王大节以无终身，名高三国神灵独在，便是与黄区灵应一刀赌新乡与地带与争议机显佑群真，喝不赌得会永长，打我华夏泥缸泥墙，灾宁九州民富小康，公职家臣遵行四点天信鸟。
这是中国漳州市关帝文化交流协会。